家好，我是米子静，我今天回重庆薅羊毛了。这一家店一进店就感觉哇，好奶乎乎的。你们猜今天要吃什么了吗？韩餐烤肉。我听说他们家炸鸡是重庆天花板。火鸡面来一个，韩式辣鸡爪，烤牛隔膜，黑胡椒粒，明太子土豆，再来一个年糕鱼饼。那等一下，我好像记得他们有个78块钱的双人套餐。哎呀，真的是我点啥点，直接团购一个这个78块钱吃的饱饱的，这波羊毛薅的哟。其实这个套餐只要68了，哈哈哈，又买不有。这种南部的灯光环境真的太好拍照了。它看起来好像那个社交牛逼症。你吃吧。真好吃。啊，我来尝一下。壮壮，哇哦，这个活鸡面先上了，先搬一下我的活鸡面。我好久没吃活鸡面了，你猜它这个蛋是流心的还是啥的？ Hello Hello， 啊、哦，是的，是的。我跟你合个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来吃火锅呀？啊，对，我昨天吃火锅，但是我在记忆里以为你在成都。哦，我记。那你可以入境吗？可以可以啊，那这来来来来，这里来这里来。我从好多年前就开始看你的视频，很早。你重庆人？还没有，对，就是你还没有就是在成都成立公司之前。没想到还是一个铁粉。真的，但是感觉你很小呀。我不小，我94年的。小。我们拍照。好的。好看，我可以抱一下吧，抱一辈子都可以。哎呀，要多多支持呀。好的，你也要见三连。拜拜。啊，我也好感动啊，拥有了这么漂亮的糯叽叽。他这个火鸡面自己加了辣白菜啊、香菇一些食材进去。瞬间就嘴巴红了，又遇到粉丝了。录视频，那可以入镜吗？可以。来，我们重庆玩儿好好耍。你们不会也在旁边吃火锅吧？对。哇 ，Hello， 来，看一下，一定要多多点赞哦。我也想拍一个，我的粉丝真的都好可爱。我要直播了，以后可以来我直播间加油哈。好的，拜拜。是的，我要开始直播了。然后为啥要直播呢？其实一，为了很好要赚钱，这肯定是的。二，我是觉得现在直播卖的这些吃的哈，还有很多好的产品其实没有被挖掘到，所以呢就想把更多好物也分享给大家。哇，这个炸鸡真的满满的芝士粉末，这是78套餐里面的。哇，绝了！太绝了！这个芝士粉末是我头一次吃的，肯定也太好吃了。看看这里面的鸡肉。
哇，哇，绝了绝了绝了，它这个芝士粉末不会腻，整体是咸甜一丢丢酸的味道，非常复合有层次。而且这家店也是延续了重庆文化，好吃的总是藏在卡卡果果，这家店藏在火锅里面。我真的是尝试吃奇才，这一块全是吃的全球各地的小吃美味，加我们重庆地道正宗的火锅。然后我纠正一下，最开始我不是说这是重庆最好吃的炸鸡吗？其实不是，它跟重庆最好吃的炸鸡是一个味道。然后它更便宜，日式肥牛石锅拌饭，真的好多肉哟，蒜香味的辣鸡爪。然后这两份呢是烤好的蘑菇牛肉。你们说怎么去形容他这家店吗？日韩小吃、主食、硬菜都有。再吃这个鸡爪，这个辣鸡爪不是套餐里的，辣鸡爪是我单点的。冬天吃石锅拌饭，真的不要太酸。这拌饭太香了，鲜蘑，这个牛肉甜滋滋的，哇哇哇哇！这个肥牛饭那个汁儿放的什么汁儿呀？酱油，就普通的酱油。对，好好吃。你们来这里吃，约上几个好姐妹、好朋友，穿的软萌治愈一些，来拍拍照，真的绝了！他们这里的灯光。这蘑菇也爽。好鲜，我要点这个辣鸡爪的汁在拌饭里。哦，绝了绝了，拌拌拌，我的个乖乖，不到100块钱。来吧，我们家小哥哥来帮我们捡鱼饼了。就是这边需要捡厚一点还是捡薄一点？厚一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年糕有点不听话，欺负我们小哥哥早食。鱼饼辣年糕，人均25块的含糖，没法想象能有这么好吃，一点都不含糊。你看看鱼饼的量。来两块或年糕，细腻的均匀，滑糯口。不到100块钱吃到了这些，怎么挑毛病？怎么挑毛病？关键是很多都还是非常好吃、非常赞的。
也有可能今天是遇到了小粉丝，所以自己的心情比较嗨哈，或者吃啥东西都觉得哇好好吃好香。你们来的时候就应该能看到，这就是他门头的装修风格跟旁边其他的品牌的迥然不同。反正我不给你们走，你们来逛一下步行街，逛一圈你们都需要在那点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口号喊起来吧，爱生活爱美子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 Mary 再骂一次，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的，我会在上面积极回复大家的。